没有手是吗？还有帮你啊？钱呢？上礼拜叫你带钱呢，钱呢？讲话！我讲说他睡着是吗？他没嘴巴。妈呀！不然你现在想怎样啊？妈呀！没有嘴巴。这样吗？五十趴。有。最好明天记得带钱啊，不然我就天天堵你，在校门口堵你，在你家门口堵你，就你睡觉我都爬上床找你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我大声一点。听到了。过来，陈俊，站好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，你在这里数到一百，你要是敢提早先拿下来，就完蛋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这边是周伟德他家吗？是啊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我侄子哈，他们今天在学校里面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我想说带他过来跟你们理清一下。哦，好，请等一下啊。干什么？这是周伟德吗？周先生，哦，周太太。在吃饭呢，坐坐坐，哎，周伟德，你坐。小胖他妈妈死得很早，啊，我哥叫我照顾他，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。今天他回家以后，什么话都不说，那我就问他，他怎么了？不讲哎。我就生气了，我就很大声问他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他说了，周伟德在学校里面欺负他。不可能，我在家都很乖。不是第一次了。是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什么好说的啦。干什么？你如果报警的话，以后你每天都会看到我，你出门就会看到我，你送小孩上学也会看到我，连你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都托梦给你。你鬼啊！又不是只有我一个。那其他人我都已找过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把安全帽戴起来。我去。戴起来啊！戴上啊！干什么？来，那个球棒。干嘛来着？小胖，碗筷帮他拿走，要绑起来了。